我有一句话要说，这句话会让我们很开心哦。跟我一起说，我爱悠悠点点名。节目开始喽！ 怎么都还没有人来啊！哥哥，不要急，约好的时间还没到啦！哇哦，我好高兴哦！真棒，我们要去郊游了！哈哈！哎，快点，快点！你们好慢哦！哎呦，我跟哥哥早就在这里等你们了。拜托，大家都知道我是很准时的。嗯，菲菲呢？ 他叫我先来，说有重要的事啊。他一定又在吃东西。可是刚才他一直躲在门后，看起来有点紧张哎。啊，会不会是身体不舒服啊？还是吃坏肚子了？哎呦，怎么可能？他没有那么逊的。酷比，你都不关心菲菲。对呀。啊，好了好了好了，那我现在就去关心他。 哎呦，你总算来了，菲菲，你怎么啦？没事了，没事就好。我们来讨论郊游的事吧。好，我们要去很多天，所以换洗衣服和牙刷要自己带哦。拜托，这大家都知道。那我们晚上要出去探险，谁要带手电筒啊？我有手电筒，我来带。 我要带漂亮的野餐盒，可是要买什么好吃的呢？菲菲，菲菲，什么事啊？我们在说野餐要准备的点心，你都不专心呢。对不起，我没听到你们叫我。没关系啦，菲菲，我们要带什么点心啊？ 带小蛋糕去就可以了。你们会不会觉得菲菲怪怪的？拜托，大家都看出来了，她今天怪怪的。菲菲啊，她平常最爱吃了，怎么可能只带个小蛋糕就可以满足呢？啊，她一定是生病了。我觉得啊，一定是你平常对她太凶了，她才故意捂着嘴躲你。 真的吗？好了好了，大家不要再猜了，那就由我悠悠妹出马来了解真相。菲菲，你今天究竟是怎么了？菲菲，你还好吧？那你怎么了？你受伤了？是谁欺负你？ 没有人欺负我，菲菲。我们小朋友如果被欺负，一定要说出来。对呀，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伤口？其实没有很大了。不行，让我们看看。如果很严重，要带你去看医生。菲菲，那是什么？ 我觉得是青春痘哎，菲菲，你真是个早熟的小孩，这么早就长青春痘。你干嘛贴这么大，笑死人了。可是痘痘好大颗哦。可是你这样贴不是更明显吗？明天要郊游，你却长一颗大痘痘。悠悠妹，你不要笑我了，我也很难过哎。 我刚刚都不想出门，你还是要去郊游哦。对呀，菲菲，我们把脸擦干净，然后擦点药，说不定啊，痘痘很快就好了。杨幂，谢谢。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干净。没错，我们一定要保持爱干净、爱整洁的好习惯。你看，好像消了一点哦。拜托，大家都知道。 怎么可能那么快？哦！酷比，你干嘛还笑我啊？菲菲，你这个才不是痘痘嘞，你呀是被蚊子叮了个包啊！什么蚊子？快乐就微笑啊，开心就微笑啊，快丢掉你的无聊，我们一起玩。白云也微笑啊，花朵也微笑啊，无论去什么地方都要来作伴。嘟嘟嘟嘟嘟嘟嘟，扬起风帆就要出发。嘟嘟嘟，开向我们的秘密基地。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加满梦想，欢乐起航。嘟嘟嘟，载着我们的甜蜜回忆。快乐就微笑啊，开心就微笑啊，快丢掉你的无聊，我们一起玩。白云也微笑啊，花朵也微笑啊，无论去什么地方都要来作伴。嘟嘟嘟嘟嘟嘟嘟，扬起风帆就要出发。嘟嘟嘟，开向我们的秘密基地。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加满梦想，欢乐起航。嘟嘟嘟，载着我们的甜蜜回忆。我们是好朋友，一起珍藏美丽的梦想。我的爱 ，My good friend，My dear。 扬起风帆就要出发，嘟嘟嘟，开向我们的秘密基地。嘟嘟嘟嘟嘟嘟，加满梦想，欢乐起航。嘟嘟嘟，载着我们的甜蜜回忆。岛屿一只虾，淋的湿哒哒，哗啦啦，哗啦啦，只想赶快回家，快想办法，躲到屋檐下。滴滴答，滴滴答，岛屿最爱说话。红绿灯眨呀眨，马路是黑呀呀，小车来排队，亲亲吧吧吧，黄雨伞小娃娃。我多么羡慕它，大街上开满了彩色的鲜花。岛屿一只虾，淋的湿哒哒，哗啦啦。只想赶快回家，快想办法，躲到屋檐下。滴滴答，滴滴答，岛屿最爱说话。红绿灯眨呀眨，马路上黑呀呀，小车来排队，亲亲吧吧吧，黄雨伞小娃娃，我多么羡慕它，大街上开满了彩色的鲜花。红绿灯眨呀眨，马路上黑呀呀，小车来排队。亲亲吧吧吧，我们分享我吧，我多么羡慕它，大街上开满了彩色的鲜花。我在等爸爸，我好想妈妈。踢踢踏，踢踢踏，小哈哈小水花。我看到爸爸牵着我妈妈，绿的花，红的花，手牵手快回家。小票寄来的哦，他好像想要告诉我们，有外星人要来攻打地球了啊！真的吗？对啊，你看哦，上面有外星人的战斗机一直在对地面上发射攻击，地面上都起火了，所以还有一个消防车一直急着在那边救火。蜜蜂姐姐，你搞错了啦！冠宇是在画他跟妈妈一起去公园做运动，然后玩溜滑梯。 哎呀，怎么跟我想的差那么多啊？没关系，这代表你的想象力很丰富啊！哇，不过还好是自己吓自己，还好还好。那我们就赶快来看下一张图吧。你看，这是瑞婷画的，她要帮你消除紧张的心情哦。她要带我们去海边玩，海边，海边超好玩的，而且你们看，海边有好多好多人哦。没错，仔细看，有鱼，有海豚，而且还有特别的翻车鱼哦。啊，彩虹姐姐，你确定这是翻车鱼吗？因为长得很像啊。那你看旁边啊，在海里面的人，他们手里面还拿着彩球，嘿呦嘿呦，在开心的跳舞哦。在海里应该是在玩水或是游泳吧？怎么会是在跳舞呢？哦，那我想应该就是沙滩上面的人拿着彩球在跳舞吧。彩虹姐姐，其实她画的不是彩球，我刚刚看了一下，她画的是手。 怎么会这样？那你看旁边那还有一个被风吹歪的灯塔。哎呦，彩虹姐姐，她画的是马路，不是灯塔啦！你很好笑哎，我觉得你的想象力跟我有的比哦。好开心呢！啊，好啦，我有话要说，快说快说。小泡泡住在水里面，冒出头来唱首歌，啵啵啵啵啵，啵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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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啵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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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啵啵啵啵啵啵，啵啵啵啵啵啵。我是一个小泡泡，住在水里面。 唱首歌真的很好听。我们是泡泡，热情的泡泡。我们是泡泡，好多的泡泡。我们都是小泡泡，住在水里面，冒出头来唱首歌，啵啵啵啵啵，啵啵啵啵啵啵。 我是一个小泡泡，住在水里面，冒出头来唱首歌，真的很好听。微微须说故事，天使小白兔。哎，蜜蜂姐姐和太阳哥哥，你们会不会饿啊？我们待会一起去吃饭好不好？ 被你这样一说啊，我肚子都饿了。现在时间也差不多，那我们一起去吃饭吧。吃饭好啊，那我们要吃什么啊？我们吃牛肉面好不好？牛肉面听起来不错哦。那沙拉呢？沙拉听起来好像很好吃哎。蜜蜂姐姐，你怎么说牛肉面好，沙拉也好嘞？蜜蜂姐姐，你是不是什么食物都吃呢？ 当然呢，太阳哥哥，我也是，我所有的食物都会吃啊，因为不偏食、不挑食，这样我身体才会健康。蜜蜂姐姐，我也是一样哦，不偏食、不挑食。蜜蜂姐姐、太阳哥哥，那我来讲个偏食小白兔的故事好了。好啊，好啊。很久以前，森林里住着白兔妈妈和可爱的小白兔。小白兔最讨厌吃红萝卜，白兔妈妈非常担心小白兔偏食对身体不好。 决定想一个方法来让小白兔喜欢吃红萝卜。白兔妈妈对小白兔说：“宝贝，明天是你的生日，妈妈准备了一个礼物要送你哦。”小白兔兴奋地说：“真的吗，妈妈？是什么礼物呢？”白兔妈妈说：“我藏在萝卜园里，你去把礼物找出来吧。”小白兔说：“我马上去萝卜园里找礼物。”小白兔迅速地跑到萝卜园里面，到处东挖挖西挖挖，忙了一整天都没有发现它的礼物。哎，小白兔把萝卜园里的泥土翻过一遍，累得又饿又渴，想找一些东西吃，只有看到自己最不喜欢的红萝卜。小白兔只有忍耐着把红萝卜吃下去。没想到原本它最不喜欢吃的红萝卜变得非常好吃。 回到家后，小白兔问妈妈：“为什么我最不喜欢的红萝卜变得又香又甜呢？”白兔妈妈笑着对小白兔说：“因为你辛苦工作后，食物会变得更美味，这就是妈妈送你的礼物。”小白兔说：“谢谢妈妈，让我知道食物的珍贵，我以后不会偏食了。”耶，还好我们也是不偏食，什么食物都会吃。 那我知道喽，所有的食物都吃啊，就可以吃到所有的营养，吃到所有的营养，这样身体才会健康啊。那这样子，我们就一起去吃牛肉面还有沙拉吧。好，我们走吧。嗯。微微是小叮咛，小朋友要均衡饮食，不可以偏食哦。不偏食才能摄取到所有的营养素，这样身体才会健康。